难暖一碗。哈喽小贤。哈喽。哈喽又一亿。又一亿。哈喽天佑。晚安。Good night。我有蓬松的头发，那不是蛋糕啊？不是蛋糕，不是，是那个蛋黄的场景。我当时给你看的那个尴尬 rap。Hello 沙哟 ，Hello 可以西 ，Hello 大剑 ，Hello 北拳巧雷 ，Hello 北刀问竹。Hello 九蛋，对啊，有 mini 空了，拍手，谢谢孝贤的八音盒，哎，我终于看到八音盒了，谢谢孝贤。我没有看到。什么肉松的头发，搞笑，你上次不是看过？没有，我是在雷伊那边看到，我没有在你那边。啊，就长得一样的东西。不一样。Hello Kevin。Hello 夜空 Sky。梳一梳毛。欸真的欸，我的布丁超明显的欸，为什么呢？前阵子还不会这样子。祈愿中奖 mini 控应该可以吧，不是只限那个吗？会员吗？你看是不是叫你们早早加会员了，选择是对的吧。Hello 黄鱼，应该可以吧。 Hello 企鹅， Hello 黑流星， Hello 吉井零九， Hello 塔瓦哥， Hello 小杰。你不会中奖，你还没加是不是？你还没加会员是不是？你看看，就叫你们加了吧。超级想你们，我也超级想你们，好开心，月底可以见面了，耶！我们是30号的那一场，30号的晚上场，下午场，晚上场，大家要来哟，加油！祝你们抽到。你有没有加？这礼拜会加，可是。可是这礼拜加的人会抽得到吗？抽不到是不是？买好了，太棒了！希望我会看到很多个雨林头，雨林头在上面这样晃。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复习一下 catch phrases？ 我超久没有讲了，超级久没有讲。Hello 落日一笑。Hello 点 ，Hello 点点点点，反正本来就不能去哦，好吧。今天不小心把运气用掉了，什么？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你今天怎么了？抽到就要放弃考？哎，是这样吗？哎，是这样吗？可以放弃考吗？大家还记得我的自我介绍吗？对，来喽，圆圆的大眼睛，甜甜的笑容，与你分楼，与你分享零距离笑容，与你分享零距离，零距离，哎，等一下，零距离，哎，等一下，零距离，哎，等一下。零距离，哎，等一下，哦，零距离，哎，等一下，哎，我们到零距离，哎，等一下，哎，我们到底有没有要喊那个？到底有没有要喊那个？到底有没有要喊那个？零啊零啊。
他干嘛啦？烦呢、欸。KU 奥特曼，是我。有了，是不是有了？什么啦？烦呢、欸，好烦哦、喔！有了，你们刚刚看到了什么？Hello， 龙一子，什么黄？拱龙黄。嗨，谢谢你的嗨，谢谢孝贤的嗨，谢谢嘉宏的嗨谢谢阿翔的看好你哟、哦、怎么时间这么刚好什么的呢？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好吗？是不是以为我看不到留言？哦，恭喜孝贤怎么样才怪，真的我看得到，我有看到，我还一直笑你们的留言。嗯 ，Hello， 谢谢点的音符，谢谢沙优的选票，选票。你说什么？我怎么会记得？我看一下，我来看你讲我的坏话，在哪里、啊？好远、啊。
不等，你不等我，真是的。你说你不等我 ，Hello， 你好，我不记得啦，找不到啦，反正我就是看，哎，吓死我了，他真的会响。对啊。Hello， 晨晨 ，Hello， 玄阳。烟少说一点，傻眼，傻眼，才不是这样子的。黑灵，有人弹琴是那个啦，特效啦，好好笑。哎，我是不是有新的特效啊？嗯，没有。啊，他在那边干嘛？那为什么他红红的？咦，我看看，嗯，没有新的、啊，傻眼。笑贤也太多害了吧？对啊，好多害哦。笑贤，你是丢多少？不要跟我炫耀你的咖啡香啊，你不想看我小姐，你中，你现在是用66还是用188还是用520？不知道耶，一直丢188。那你接下来你直接丢一个，你直接用一个1314就会中大奖。应该啦，他没中就完蛋了。试试看嘛。才十倍。这样是大奖吗？好呀，你的练度快19000了，傻眼呢、欸、傻眼呢、欸、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到底是一直在打什么？而且没有填后补，那你为什么不填后补？什么意思？没有填后补是什么意思？已经超过，好哟，你们都这样子，就跟你们讲说要等我咯。谢谢孝贤哦，110倍，好像蛮厉害的。后补也没补上的哦，后补要去现场啊、哦、好，小兰我们一起加油。这样子我只能跟小兰炫耀，小兰我的练度现在15000，卡在15000上不去，超烦的。谢谢孝贤。啊，没中了，糟糕。Hello， 文凯。20倍。哎，这样是多少？也有可能提早补上哦。练度卡，哇！恭喜，恭喜孝贤。还要好几集？你现在几集啦？我现在45级哦，还是46？忘记了。嗯，杂工卡在1800已经很厉害了，好吗？烦死了！小姐，你不觉得丢这个很像在玩那个赤脚的老虎拉霸机感觉？不要在这里赌博。72级，傻眼。哦，哇，哦，我现在困难的好像，因为我普通的打完了嘛，然后困难的又卡住了，困难的好像卡在8级。啊，我还没有，我今天还没有打开耶，因为我下午在睡觉，我还没有打开我的
少女咖啡厅。插不上话题，就叫你去玩吧，快点去玩就可以一起聊了呗。你跟他聊女仆嘛。Hello Jeff， 我又没有去过女仆，不带我去、啊。少女咖啡厅里面的咖啡厅嘛。坐在保龄球馆里面玩保龄球。你在玩咖啡厅那一趴。对对对对，谢谢秀贤的发。哎，科技，猪肝，这是怎样来？他为什么一直叫？对。好酷、哦、！Hello， 猪肝，猪肝，早安，早安，早安。还有，你要弹几个？没有他那个是送的特效没？哎、欸，好酷、哦！我们今天很安静的。对啊。我忘了放音乐哈。收，好多、哦，我看不到留言，等我一下。谢谢孝贤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到底送了几个？谢谢小兰的爱你哟，好像有一点，他有点挡住我的留言了。哎、欸，你不要踩我好不好，臭屁屁。我刘海怎么又塌了？真是的！谢谢笑笑笑笑，你到底送了几十个吗？几十个，好几十个，哈！等我一下哦。Hello， 你在弹什么音乐？我听不懂，我听不出来。那个活动有三首歌，真的？凑满三首歌就会有什么？什么特效吗？就会有哎、欸，结束了，但是蛮好的啦，谢谢谢谢孝贤，谢谢孝贤，谢谢孝贤的好多音好多音符。Hello 猪肝，猪肝，猪肝，待会要直播吗？你还有35个，为什么呢？音乐性，对啊，好棒哦，这个礼物。只是他有点挡住了留言，好酷哦！为什么你还有那么多个、啊？那你要送完吗？因为我刚丢了很多个嗨嗨嗨。哦，丢嗨就会有啊。嗯。哇，好酷哦！哇，你来看我直播好啊？你要跟我聊天吗？你跟我聊天，我们来聊什么好呢？黑洞吗？好烦哦，笑死。先来一首小星星，可是那个不是随机的吗？对，那是随机的，他就没有办法配，是不是？怎么编辑？可以编辑、啊、不行，不行，凶什么啦？你报给我，好呀，他都凶我哎、欸，臭屁屁，哎、欸。你欠扁了你。对啊，好像是随机的，是不是？一个一个来，咦？难怪佳玉都拿我没辙。嘿，什么意思？晨晨今天刚好发抖音，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什么发什么东西 ？Baby， 你跟柯基打招呼，他是你的好朋友，他是猪肝哦，很好吃的猪肝。你干嘛？干嘛？你在干嘛？黑洞，对，黑洞。哎、欸，是他给我们看的，好不好？哎、欸，你看，你看你的同类，你看，他是柯基哦，是会咬你的那个柯基。Bibi 对柯基有阴影，因为柯基会欺负他。呵，杰星欺负 Bibi， 你这什么表情？一脸陶醉。黑洞是啥梗？你要去看哈哈台，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集。你要去问阿潘，是阿潘给我们看的。喜欢吃猪肉是吗？你喜欢吃猪肉吗？给你吃啊，你吃啊啊！怎么那么可爱？拿我没辙是不是？哦，有偶包的 BB， 真的？你在干嘛啦？
你是善良的柯基是吗？真的吗？那我带他去找你玩好了。嘿，哒哒哒哒，好可爱哟 ！Baby， 你要跟柯基玩吗？要。他会害你一直笑哦，哈哈哈。善良的柯基。黑洞无言，我们那时候还在前场，超奇怪，我们三个像怪人。然后我七会，不对，我们四个，我七会晨晨跟猪肝，然后我们就抓着一个那个捷运的那个铁柱，然后就这样，哦，超级有事哎、欸，我们超奇怪的，然后旁边的路人就在那边看我们。柯基不是小小一只而已吗？是不是在那边发功 ？B B 看到可爱的女生都会很嗨。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在干嘛啦，小 B B？ 你在干嘛？好好笑，的确很奇怪。我就觉得对啊，直接傻眼了，对对对，超级好笑。就是中间隔了一个门，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柱子，他们自己在那边聊天，然后明明就是他们害我们知道这个梗的，结果我们自己玩得很开心，他们完全不想理我们，超级尴尬。对啊，很喜欢笑，笑占据了我的人生的三分之二。有那么多吗？不知道。刷冰，好多红豆哦。麦菜音什么意思？谢谢傻优的枫叶 ，Hello 星墨梅。没墨，来了，我又忘记。当作不认识我。哎、欸，他也是怪人之一好吗？就跟你讲说，萨库拉组里面没有正常的人。然后那个猪肝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常混入我们里面。超级好笑。猪肝是那个杰、啊、星，谢谢小蓝的仙女的祝福，谢谢樱桃猫的五彩石，三分之二都在笑吗？没有，他三分之二都在质疑我，你在笑什么的那种，简称一群疯，哎，你不要讲的那么难听好不好？对，希望大家都抽到票，加油，娃娃兵加油。一群疯女孩，对，疯女孩可以，疯婆子有点难听，很好很好，好期待哦！希望那天快点到，30号，5月30号，把机会留在生日会，好啊，你会来吗？屁屁的屁屁，你干嘛把屁屁移开？嗨，屁屁，91，什么意思？有91趴会来，是吗？哦，谢谢孝贤的咪。我应该要剪一下刘海了，你们要看我剪刘海吗？我一定会剪失败，还是比较好了，在直播上剪太可怕了。哎，上次阿潘不就在直播上剪刘海？真的、嗯、然后嘞，他的刘海就是随便乱剪会粘在那里。不然他偷偷当什么意思？地藏是什么意思？
还是地藏？地藏什么意思？干嘛、啊？就不动在那边。哦、你看，你还在那边自己讲，还敢说你都不动啊？六分之一啊？哦、那也还好啊，那个几率好像蛮高的，是不是？我们来剪刘海好了，要吗？你觉得我会剪失败吗？会。你们想看我剪刘海吗？可是我受不了它在我的眼睛前面。嗨，给你问啊。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喜乐哭吗？沙西布里，会哦，哎，干嘛这样？你不要说我，你下次刘海就会剪坏掉。你好吵，想看剪失败？嗯，最近有没有收到卡片？我不知道，我会去询问公司。哎呦，这是谁啦？在这里，不知道。我要去询问公司。不要问我这样子的问题。可是我的剪刀在哪里？不知道。U 什么？你在收集音符，还是你们要让我戴发卷？不要。改中分，我中分难看吗？好像不太行哎。怎么没有中分的 feel？ 这样吗？一失败全部砍掉重练，不可以。然后 mini concert 的时候就被没上这样。什么会有跟头发相关的？那你直接把重练变好了，就不会弄到。你在干嘛？啊！是在哪里？这里。你赶快弄啊！我怎么弄啦？你赶快先拿那个尿布垫来洗。张屁屁呀！你给我小片的那个不行吗？张冰冰真的很欠扁哎。等我一下。你们倒了，你们怎么倒了？对，比比尿尿了，欠扁，都那么老了还乱尿尿。在摇什么东西？中分能看吗？不行的。哎，你很烦哎。老了才会漏尿，才不是，他是故意的，每次都这样。我是事故公主了，小山美玲，怎么什么都要公主女王，公主女王，还是比较好。后脑勺好痛。Hello， 翔宇。哎呦，好了，就这样吧。什么东东？谢谢孝贤。Hello， 草莓酱。臭 baby， 你自己去清你的尿。
一太太说：“我为什么要吃青的？”Hello， 干嘛？哎、欸，笑起来不要乱教了。哦，这个可以转。起床喽！这是什么歌？平凡的一天。蔡雅恩，蔡雅恩开播，热水煮好，不是，是歌里面的，是音乐里面的。好闪又好久，喜欢这个会持续多久啊？那个底色，一个月。哦，还没有一个月啊。五月八号不是吗？我记得是、啊。会到六月七号。为什么一个月不是按照三十一天算？你生很多题，好好笑。Hello Sparky， Sparky 下班啦，还是待会要上班？晚安呐、啊，哇、哦，好香哦。开心，你看吧，香喷喷，哇！恭喜 Sparky 下班。嗯、什么？送 Sparky 多？Sparky 哦 ，Sparky 是这样拼吗？哎、欸，是因为是大写，难怪我看不懂。哦、oh, ，对耶，是耶。我看懂了。夏贤现在要蹭一堆的理由，然后把那些礼物送出来，是不是？好好笑。他会帮你累积那个，才可以换那个脸部特效。那你一次送好了。都大写，对啊，都大写看不懂。那你全部送完，你一次全部送完，快点！好啊，一次来。好久，他要继续慢慢跑，没关系。那你还先转进，干嘛这样子？好好笑。确实没关系，我们让他慢慢谈。Hello， 再睡五分钟，什么意思？五分钟不够啦。晚上好，我现在在努力把这两边的须须留长，看到吗？然后就又要剪掉？没有，不会，我不要再剪掉它了，请不要再叫我剪后刘海。我不喜欢后刘海。啊，你们。哦，对耶，弟妹开的饮料店。哦，对，我还没有喝过。上次原本那个我们下课，然后他们要一起去喝，就是什么易云跟谁啊，跟阿潘他们两个，还有姐姐要一起去喝，结果那个姐姐就诱惑我，说你确定你不跟着一起去喝吗？我说没关系。幸好没看到什么东东。是
海比雨林的，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大鸡眼，哈哈哈哈！对啊，超多的。你选了35个，哎，怎么没了？第五次，真的假的？趁你弹琴时说错话，臭大贱！哎，35个了，真的。谢谢 Sparky 的为你转身。这样子作弊，谁叫你要说我坏话？哼！然后还要让我知道你说我坏话，原本没看到就算了。Hello 季风亮 ，Hello 阿兹，不要对我尖叫的饮料吗？没有。我都喝50蓝清新 Coco 茶汤会，有去呛面面的字，呛面面的字，什么字？为什么一直卡他？我去呛面面的字。什么东西啊？你也喜欢喝 Coco？ 谢谢点的星之冠。我们来用个特效好了。哇，这个好可爱啊！你没看过这个吗？我没有在你这台看过。谢谢黑流星的仙女的祝福。哦，对。这才不是睡衣嘞！这才不是睡衣，谁穿睡衣？谁穿睡衣直播啊？不能穿睡衣直播哎！我就跟你讲，我没有抽烟，好烦哦！笑死！因为那时候面面在干嘛？他在写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上网查字体，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上网查一些可爱的字体这样，然后我是觉得他很厉害，好不好？就是他上网查的话，他写出来的字就会跟他上网查的东西一样，是不是很厉害？然后我就说，哦，你上网查你的字就会变成那样子哦，我是这个意思，懂吗？Hello 宝，才不是呛他嘞！Hello。Hello， 志伟。Hello， 晚安呐、啊。哪有超呛啊？我是说，就是觉得好厉害的意思。谢谢宝的蓝色应援棒。Hello，Hello， 随遇而安。要不要来你们上？我有社团啊，我自己创了一个社团。我跟你讲，我的社团里面现在只有，好像还是只有我跟我还有面面。我跟我还有面面，对，是这样子。橘子什么东西？几位成员？就3个，没跟我们一起哦，他们都自己先加了不是吗？哇，谢谢宝的蓝色应援棒，少女剪刀墙才没有。你们想加入我的社团吗？不要告诉你们我的社团。直播时练度跟你一样，真的假的？可是我忘记我的账号了，可是我忘记我的账号是什么，怎么办？我都可以。啊，好烦恼，不要诱惑我啦！然后被 ban， 好好笑，只能在梦中加入雨林社团。你们猜猜我的社团的名字叫什么？
我是一只猪。才不是嘞！才不是，吓死我！我以为你要讲出来了，好好笑。助阵配置要7000了，傻眼嘞、欸！傻眼嘞、欸！你说单只哦，单只就要7000了，好伤心哦。可是怎么单只7000呢？武器升到满，角色升到满，模板升到满也只有15啊。哦，对哦，强的三哦，对耶，哇，傻眼，我要遇到你，希望我打 boss 的时候遇到你，可以把原本同队的，哦，对耶，哇，好好哦，好臭屁哦，真是的，配一配就快7000了。谢谢点的嗨，那孝贤的助战配置多少？哎呀，低调。嗯，6700也很高哎、欸。我好像5000多吧，是吗？有5000多吗？我也不知道。啊，傻眼！傻眼！你们害我现在好想玩，烦死了。我还要在下个礼拜才能得到小礼服奶乐，好伤心哦！因为我上礼拜的那个叫什么数据演习的排名，只到50几而已，就是没有到50以前，所以我还要再等一个礼拜，嗯，超久的啦。7000怎么来的？随便配一配来的。Hello， 尾鱼。Hello。安洛瑟，安洛瑟是那个女生吗 ？Hello， 毛良。什么就是那位真美，什么东东，什么东东，刚好30，我都没有打到30过。安洛瑟是谁？安洛瑟是那个女生，那个穿红色衣服然后剪妹妹头的那个女生，是吗？干嘛放弃？你是已经集到4星，所以就放弃了，是不是？啊，你有集那个吗？叫什么？格兰尼。哦，我不喜欢那个会有龙卷风的那个人，感觉不好打就放弃。还好吧，没有到不好打吧？我至少都可以打过第一关啦，至少。女子吉奈乐，那个嘞，格兰尼的很厉害吗？啊，我好想赶快集到，我好烦哦、喔，还有一堆耶。对啊，龙卷风超痛。
今天几号？19。哦，明天是520。哦。主配 Mina， 副配品涵加丽子，副配品涵加丽子加品涵，为什么没有我？因为你坐在旁边看啊。啊、哦、好，好哦，我是指使他们那个，笑死。啊，到底怎么打？你现在都在打什么啊，大姐？你每天都主要打什么？我的电力已经快被我用完了，就是那个东西。嗯嗯嗯，随便打，可以准确一点吗？怎么随便打？止雨林，哎，干嘛？我比较弱是不是？可是我的你们的那个奈乐彩星了吗？女仆装的那个，谢谢宝的蓝色一人棒，彩星了还没？我的彩星了，可是还没，我的彩星了，可是，对啊，等级也满了。但是助阵的配置不够，哼，谢谢宝，哇哦，谢谢宝的什么蓝色眼吧，哇，你还没半只彩星的，哦，为什么呢？那二星的你有把它弄成彩星吗？我二星的大部分都是彩星。二星直接放弃了，你都不用二星了。二星没有好的角色吗？Hello 吉川，啊，二星没有好的角色，那你二星都全部分解掉了？不会吧？三星起跳，真的假的？所以你都直接分解啊？这么豪迈，我还想说要留几只哎。哦，少一个技能，哦，哦，是这样子哦，好哦，孝贤，直接用三星，除非卡片不足，好像通常不会卡片不足，对不对 ？Hello， 凡，哦，怎么这样子？二星只留一张，哦，我也是只留一张啊。可是我只留的那一张就是都是彩星的，这样是对的吗？谢谢宝的星之冠，棒棒棒！为什么？你不是要去吗？他开播了吗？开了，先去啊。嗯，玩什么好呢？他又没有开新的东西。哎，大剑，快去快去，快去快回！嗨，天佑。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好痛！
Google Hello 我来了 Hello I am Japanese Hello 现在是什么空班哇是各位哦那就是那个幻影战士哎、欸、完全忘记那就是幻影战士了好好笑你真的很无聊耶、欸、到底有什么问题就不能用幻影战士进来吗超好笑真的很好认好吗你头像已不是例子我还没点进去、欸、哦收吧可是你的等级跟子勾等级配上子勾除非你哪一天突然变成黄金然后进来我就认不出来了怎么会那么好认对啊你们认得出来吗他是个幻影真是好的解释很好笑欸、欸、那只是卡在那是怎样对啊他在干嘛这个表情笑死在看你在偷看电视好好笑被抓到偷看电视耶不要把实话说出来，谢谢。把最强的卡三星的卷出来排一队，然后把卡升级。哦，啊，那就要打那个不是吗？悬赏战斗，心想赢定了。我妈咪提醒了我，我完全没有在认真看，然后我妈咪就提醒了我，所以你就被认出来了。为什么我的刘海那么容易塌、啊？反正刘海容易塌，要去烫什么？烫额头，垫那个垫子在额头上，透明的那个像角蛋白一样的东西。打悬赏是吗？可是我的那个电力不够哎、欸，你每天都打几次？我要禁言你，我要禁言你，你嘴巴闭闭十分钟。林妈跟熊妈，熊妈是谁？熊妹的妈妈吗？熊妈，熊妹的妈妈叫熊妈。打到你爽，什么意思？那你电力怎么来的？烦死！大剑氪金哦，大剑氪大金。冷气胶，我要讲大剑氪金，结果讲成大金是这样。用口口换来的。他干嘛一直卡住了？大金，笑死！卖车不是卖冷气哦，笑死，很好笑哎、欸。大金，嗨大金，可是大剑改成大金，然后念四个字就有点难听。大岛熊，笑死，很好笑哎。大道精神对，大一金，
你好一级棒带心。Hello 海飞丝，欧西玛，什么欧西玛？欧西玛。对，大金冷气。大剑的假名，哦，哦，对，哦，我家的冷气是用荷兰，荷兰。荷莲，为什么是荷莲？他是谁？李荣浩。好。Hello， 新营荷兰，捧场你的冷气，你改行卖冷气啦。冷气是每个家里必备的东西，可是摩托车好像不是。因为我家有冷气，没有摩托车，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讲。每天送的，哈，每天送300地球币啊！机车不是啊，我家就没有机车，你要送我机车吗？哦，嗨呀，欢迎回来。很卡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你们家也没冷气，你们家里没有冷气。一年份的就会每天300啊！哇哦，不能近亲 ，OK？ 你们家没有冷气，他们家没有冷气哎、欸。秀贤，你心寒吗？笑死！啊！家里怎么会没有冷气？我们家不能没有冷气，会热死。你不要阻碍我电脑。你不信、啊？你心寒。纯粹哎，所以你们要一直做冰块是不是？住山上？嗯，谁住山上？请问谁住山上？住山上还是会热吧？哎 ，Sparky， 才不是这样子，才不是这样子。那秋品涵怎么办？他很怕热啊。真的假的？可是没有人住在山上啊，修身养性，心静自然凉，心中有太阳。OK， 我们要来套用一下柏林的名言，超奇怪，笑死。好，西兰你怎么说话了？十分钟了吗？山上哪里会冷？哦，是吗？好吧。我没有住过山上吗？天山上热炸，你看，大家说会热。嗨，小兰 ，Hello， 田中，来给你在吗？心是冷的，就算在沙漠也不会觉得热。好，加油，你慢慢去走沙漠吧。我住在。很矮的山上，好像也没有哎、欸。
里山旅馆，真的假的？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你给我安静！嘘，十分钟了吗？你说啊，十分钟了，你就可以讲话了。Hello， 据点。哦、oh, ，真的、哦，我没有住过没有冷气的地方，好可怕哦。是吗？我没有住过吧？那个民宿也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金针花山的那个民宿也有冷气吧？嗯，对吧？坏很久，真的、哦，29分钟了，最好是啦，真的吗？哎、欸，我很容易被骗，我好像要相信了哦。我很容易被骗，我好像要相信了哦。像玩游戏故意调快时间，然后那个命会比较快。不是，是婆婆那个，她玩什么东西？看你挂。对。Hello KUCC， 我太好骗，好吧。塔塔家是谁？塔塔家是一个地方啦。啊、哦，我以为要去塔塔家。你很单纯，谢谢，我当是一种称赞。他又在割草，不要再割草。你们知道现在电视上有一个那个割草的广告吗？割草机嘞。割草机，割草鸭的广告。哎呀，突然撩什么啦？哎、欸，现在系统不是有一个花6块台币可以撩一下？真的？可是你这边都没有出现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什么？不知道。哎呦，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怕被禁言，然后在那边装乖。西兰图谋不轨，是吗？意图不轨，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撩一下，那是什么东东？那你可以撩吗？你撩啊，这样撩，撩，干嘛啦？不要乱叫，这样撩。这里是什么桃花、欸？哎，你为什么把我的桃花刷走？你有吗？我没有，你只有肉肉。好呀，那多刷一点。他好可爱哦，妈妈的手，嗯，他叫他什么？老婆，油花，都是他捡来的，有什么问题？原花是什么啦？调皮，他在那干嘛？有什么问题？其实刚刚那是我的手哎、欸，真的，那是我的手。这是妈咪的，不要一直戳我，我好奇怪，我在干嘛？哎呦，哎，穿帮了，好好笑，穿帮了。
了天天。怎么不是台语？什么台语？袖子太长，对，穿帮了。好啦，是我的啦，是我的啦，就是我啦。啊！意外的收藏，有吗？哪有啊？是假象，是假象 ，OK？ 哪有修长啊？蜘蛛，林姐也这时候看，她不是都是这时候开吗？9:30。以为跟诗雅一样，哪有？可是好像也没有很修长，这样看起来很肥，因为我的小妞妞很短，你没有发现吗？我的小妞妞很短，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妈咪的小妞妞一样长，你过来一点。我的手比较大哎，真的，哎，这什么？凹掉了，凹掉了，这样不准了，那这样吗？哎，真的，单看比较长哎，这样子好短，这样，哎，单看比较长哎，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单看比较长哎？你看这样子，然后再看这样子，哎、欸，为什么？好酷哦，好酷哦！比较大是比较胖吗？没有吧？网络不稳。因为脸的有比较物。是吗？这样，真的耶，单看比较长哦。我不会玩这个。哎，哎，哎，怎么没有？你会玩这个吗？哎、欸，他为什么不会按照那个顺序？好难哦。Hello， 小显贵。一点不协调，这样有了吧？好好笑，手太大，才不是，是脸小，好不好？快一点！在干嘛？谢谢易凯的收。我的表情超丑的。有了啦！哎，臭皮憨，臭皮憨。哦，看懂了，前面的之前的是。起司口味，现在是香辣口味。我看懂了，一二三四，超级好笑。
抖音会，目前看起来是有空的人拍，不告诉你。哎、欸，你超快，一二三四，我好难的，我不会。你不要这样子欺负平安。一打开电视就是平安，有两版呢、欸。现在播的是香辣版，之前的是气死。哪有？这一版是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真的吗？嗯。真的。想看我的抖音吗？对，怎么？一二三四，我不会啦，烦呢、欸，干嘛乱 Q 啊？啊，想看我的护士服？我不要让你看，你自己买，自己买。想看我的护士服就要自己买。本来要转台的，最后多看了三十。台的，最后多看了三十。台的，最后多看了三十。那个就是宣传，来打针就可以一直看，嗯，是这样吗？哎，我问你们呢，你们想要看我绑什么发型？没有，我只是问好玩的。你们喜欢我绑什么头发 ？Hello， 乌龟，光头。啊？哎，可以戴假发吗？还有我们。没事，不然就会整个甩出去。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挑那个？对啊，所以我说还好啊。光头，双马尾，双马尾，超高双马尾，在这里是不是？想看我单马尾，快点！现在想看的丢一个东西吧。呆毛，什么呆毛了？这样子的东西。太多了啦，这样就够了。的马尾，三单那种低的马尾，不行，要有一点特色。怎么被洗掉？我看看。什么东西？冲天炮哦！好乱。下前握手会的时候要绑冲天炮。好。再高一点。你可以好好绑吗？后面、啊。他叫我再高一点，这样很丑哎、欸。避雷针没有，我跟你讲，避雷针是原子珠，好不好？他上次自己讲，他就跳舞的时候，然后手举得直直的，然后他就自己讲说他是避雷针。这么爽快的回答好，对啊，好啊，又不是我绑，邪恶，干嘛？不可以戴帽子。我握手会那天，我要去卖那个超凉纸巾给你们。我在旁边摆摊，有事吗？一边看起来蛮可爱啊，就绑一边这样子，就绑这样。不能戴，不要给你戴帽子。好，就绑一边，绑两边。只
上，笑哎、欸，好奇怪哦。就这样，然后啊，这样一边绑低的这样。高一低，时尚时尚最时尚，主播整组坏光，哪有啦？那 BB 怎么在我后面 ？BB 吓到吃手手。可是我不想跟别人一样，会不会有人要绑高双马尾啊？你们可以想一点特别的。对啊，他真的在试手手。哎、欸，怎么那么乱？我还把另外一边绑到另外一边。是在 Hello？ 你们可以绑好一点吗？看起来好的，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看起来很好，你看，光头，年纪小专属，才不是嘞。黑流星晚安，很好，很可爱，就长这样吗？就这样，然后卷卷卷，哎，这是类几头呢？不要卷，就直的就好。直的吗？嗯。小猫耳哦，小猫耳，小猫耳，嗯，好像也可以试试看，不错啊，这是可爱哪只？你给他们看一下张碧晨的。哎，变态！变态狗 ！Give me five。给你拜啦！他不理我，傻眼。拜拜。好可爱。不急不急。哪有？他刚刚在舔一个变态，舔一个变态，好像不太对。什么可怜的 baby， 你看他在干嘛？他 baby 偶包偶包 ，baby 人家在看你哦，你看，你看他们在看你，这里，嘿嘿，好可爱哟，大家。我说他在舔一个变态，然后他写说 ，BB 刚刚在舔大件吗？笑死哎、欸！好好笑、哦。不是他舔自己，哎、啊，不要生气，你会掉下去哦，掉下去哦。哦、oh, ，不行啦，他掉他的那样，娘娘娘娘娘，我们来打架，打架，好可爱，掉到那一波了，才不会！你要救我啊！30秒吗？
是我们的日常。去哪里啦？哎，你变态哦！你不要不雅观好不好？妈咪啦，谁？你看他啦。哦。哦。比比啦，过来。变态，出去。出去。你这个变态，帮你挡住。你们要这个发型了、哦？不会啊，不会坏掉了。你们不想看我绑单马尾啊？这个可爱。想选一个。单马尾还是双马尾？我想说你们会不会平常看太多我绑双马尾，所以想看看别的，结果你们还是选双马尾。不要这个，这个跳舞没有 feel， 跳舞就是要有头发放下来。单马尾去看小晴，可是小晴不一定会绑单马尾、啊、我会不会讲得太直接了？两个都要是什么啦？就是三马尾是不是超丑的啦？单马尾吗？绑绑看，我超级懒，直接这样。哎，很棒哎，我真聪明。辫子头？什么辫子头？可是我平常不是就是绑辫子吗？客人的萝莉，想想他是客人的萝莉，懂吗？哎、欸，好像有点丑。表哥疼爱的萝莉，好不、哦、谢谢。吓死人了、哦！十秒马尾，什么十秒马尾？啊，还是不要马尾好了。双马尾好像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双还是单？双还是单？选一个。双还是什么？全要。四，四是什么？四只。单马尾握手会，我又不是说握手会。握手，我又不是说握手会。我只是，我现在只是在说，你们想要看我什么不同的发型，没有什么目的 ，OK？ 快点选一个。没有四马尾的东西好吗？
什么？米粉头是什么？米娜头？还是我戴假发？他干嘛？单马尾要一直？什么意思？那是什么？哼，包头不是 IG 照片，就跟你讲没有目的。米粉头是什么？Hello， 本丸梅子。米粉头不是夹那个吗？是夹那个。那叫玉米须，那个又不叫米粉头。我看不懂歌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歌？我看一下。伊德鲁，伊德埃鲁哦，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哎、欸，Hello， 妹妹的发型，龙猫里面妹妹的发型，嗯？哦，不要看什么东西啦！你在说什么？翔翔是谁？看我圆圆脸蛋发型还好。傻眼，对，别乱踢。傻眼，好吧，那我自己选择。美美法是什么？龙猫美美法是什么？所以大剑前面到底在打什么？什么伊德埃鲁？龙猫里面的美美长什么样子？我忘记了。哼，你要查给我啊？查什么啦？我自己查啦。不是他。什么妈妈懂你？这首歌。对。这首歌叫什么？马尾与法圈。那你刚刚打什么？我还是不懂你打的怎么唱。他打的是日文版。台语里有选一首新的台语歌？没有，没有，我不会。龙猫里面的妹妹。还要炸毛哎！哎呀！你怎么给我你的地球币？我突破盲点了好吗？好可爱呀！我是说龙猫，我查到龙猫，好可爱呀！看一下小明，我看到了，吓死我了！那是什么东西？超可怕的啦！它是丽卡吗？是吗？卡利怪牛，丽卡怪牛，卡利卡利吧。龙猫头什么意思？龙猫头是什么头？很好笑哎，很适合。你说什么？你说你现在？给我看的那张照片，很可怕哎、欸！哎，什么东西啦？太好笑了！好烦哦，什么的？
边哦。我妈咪转到好啊虾，然后她的那一幕是她被砸吧，应该，然后就整个脸都是奶油，什么东西啊！不要看这个啦，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脸什么？无聊哎、欸。十点了啦，我们要念榜了。对，念榜，对，婚礼闹场，你怎么知道？小明有在看，是不是？小明有在看是不是？真的假的？好，我们要来念榜了，不要转去看看，是第几台我也不知道。二九。好了，你念榜。我念榜。来念榜。他会刺到我的腿，应该看不到吧。你不会把那个打开，它就会不行啊！好，哎、欸，这首歌是大家都真的都绑马尾了，我现在才发现。第一名是，等一下，你不是，你还没背。等一下，你先排好嘛。哎呦，这样子要花很多时间呢。那这首歌播完，你要播那个。哼。哎呦，你这样子太乱，你要帮我找。找谁？找小兰。嗯嗯。还有嘞？等一下哦。他噗噗了，好臭。张碧碧，你干嘛噗噗啦？怎么发问？干嘛？什么幻影战士今天有吗？幻影战士，我看看，没有。有面子吗？有，这里，等等。软。什么？我在回答西兰。软。不要。会放屁是因为空气太多。什么东西啦？你们在聊什么？好奇怪。还有谁？等一下。嗯？点呢？点在这啊。好，孙雷今天没有来哈。他不是两次没有来吗？还是他上次有来？没有吧。好，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
名是宝，谢谢宝。有文凯吗？是不是没有？那要洗。好。我这里。怎么那么远？可是你不能过去啊。我会拿别支笔哦。有别支啊。等等呢，什么什么西来，我看到什么谢谢天佑。
有诚意，你们说。不要说话。第九名是点，谢谢点。第十名是 Jack， 谢谢 Jack。Jack 刚好进来了耶。第十一名是燕子，谢谢燕子。第十二名是文凯，谢谢文凯。第十三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十四名是嘉宏，谢谢嘉宏。第十五名是。西凉歪了 ，Sparky 歪了。是柠檬，谢谢柠檬。第十六名是怎么念？拱黄嘛，拱黄。礼拜六直播，下午两点半到四，不知道到高兴为止，到没有到我要走为止，拜拜。对，下一次应该是礼拜五见，礼拜五在就是礼拜五官方账号有直播，大家记得去看哦，会有我。那就算没有，会有。不要告诉你们，拜拜。哎，不来什么，再见，拜拜，拜拜，大家拜拜。